嗨，想问一下大家，就是大家平时拍摄你的这些 vlog 或者是一些旅游短片的话，大家是用什么设备在拍摄？就是使用手机，还是 GoPro， 还是这个 DJI 的这个 Pocket？ 就大家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，让我知道一下。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个对比的一个视频，就是大家一直有不断的有人发私信给我，就是说为什么你不做一下这个 Pocket 2， 就 DJI Pocket 2和这个 GoPro 9的一个对比测评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可比性的，就是 GoPro 9和这个 DJI Pocket 2，因为他们对我来讲的话运用场景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我去爬山，比如说去徒步旅行，可能出去玩一些运动，骑车或者是游泳之类的，我肯定是带 GoPro 9，因为它比较耐摔耐操，比如说扔到水里都无所谓，你还可以继续拍。但是DJI Pocket 2不可以，它是比较拍出一些日常的 vlog 或者是比较有电影感的这种镜头，它并不是一台运动相机，所以两个东西运用的场景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不愿意去做这个对比。但是大家既然想看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对比一下，毕竟有很多朋友还是用这个 GoPro 9或者 GoPro 8在做 vlog 的这样一个事情啊。那就是我们还是根据一些相同的场景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，那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这个收音测试啊，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这个 DJI Pocket 2它的这个收音效果啊，那因为它是四面环绕立体声收音，应该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但是 GoPro 的话效果也不错，那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这个 GoPro 的一个收音效果 GoPro 9，那大家觉得这个两个声音效果有多大的差异呢？其实应该都还好，就是日常拍摄中这两个收音应该是都是足够大家使用的。那另外一种收音方式的话，就是我们的这个 DJI Pocket 2 Pocket 2，它现在内置了这个无线麦克风，它也给你配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无线麦。那这个的话就是 GoPro 达不到的了。那比如说我现在在拍一个场景，你根本不需要其他的助手，你把你的那个 Pocket 往一个比如说比较平整的地方一放，那你现在比如说像我拍摄的话，我可以就是手上不用拿任何东西，也不用管这个镜头，我只管走就好了。那比如说我走到像这个位置，你都还能够听到我说话，而且非常清晰这样的一个收音，这个就真的是非常方便了，对吧？那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，这个 GoPro 和这个 DJI Pocket 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不一样，其实大家去对比的话，某一些方面可以对比，但是其实很多方面其实没有这个可比性啊。
那在对比了这一系列的这些场景之后，大家应该心里面有一个概念啊，因为日常的 vlog 的话，其实两台设备你去拍摄差别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日常 vlog 肯定免不了在室内拍摄的情况，那 GoPro 9你就要考虑一下，因为它虽然比如说白天在外面的场景很稳定，但是只要遇到暗光它就没有办法去和这个 DJI Pocket 2去做这个对比，因为一个电子防抖一个物理防抖，电子防抖在暗光的环境下，不管你的电子防抖做得再好，它都没有办法起到一个防抖的这样一个作用。那这就要看大家了，比如说因为我在拍 vlog 的时候，我也有很多情况是在室内的情况，那GoPro 9你就得考虑清楚了。那也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对于你，比如说你希望购买 GoPro 9或者是这个 DJI Pocket 2的朋友，会对你起到一点点的这个帮助哈，对你在这个购买的这个决定上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